陕西延安市区道路惊现一个巨大天坑，滚滚泥流倾泻而下如瀑布，白色轿车摇摇欲坠，岌岌可危。Those people there on your screen not involved in a tug of war, they're pulling a car out of a sinkhole. This is happening in northwest China. Passersby volunteered to help after a 30 square meter hole appea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during heavy rains. 连日来的暴雨导致陕西延安市这处道路塌陷，出现深约两层楼高的深坑。所幸在数十名民众同心协力之下，将轿车从崖边拉起，险象环生，没有传出人员伤亡。中国南北各地遭到暴雨袭击，广东信宜灾情惨重，强降雨山洪来袭，短短十几分钟就将村庄淹没，市区内多辆轿车被湍急泥流冲走，多处房屋也被洪水冲毁，也有人至今下落不明甚至死亡，超过六万人受灾。那个水很高很有力，又有树木又有沙，那个全部一起狂上来。不过祸不单行，台风摩羯接踵而至，已从浙江沿海登陆，在海上掀起三层楼高的巨浪。微博现场是风大雨急，我们的摄像头呢都已经被雨水给完全覆盖掉了。浙江沿海部分道路被淹没，小客车载夫载乘，有超过数万人撤离当地。上海地区也受到摩羯影响，十二号下起大雨，部分交通受到影响，要前往中国的民众可要留意相关天气状况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